那我们 FOX 里面总共层层调查九项证据，那主要都是针对高法医帮我们的忙，然后就是包含起轮跟毒物相关的证据都有要求检察官进行调查。先主要就是配合检察官的传讯，然后我们来说明案情。那我们律师也有据状申请检察官调查证据。那我们状子里面总共申请调查九项证据，那主要都是针对高法医帮我们的嘛，然后就是包含起轮跟毒物相关的证据都有要求检察官进行调查。这样，好，那剩下的昨天那个，我快迟到了，剩下的再去，好不好？快迟到了。那他们昨天都被请回。不要停下来说明，停下来说明。